是林俊杰。啊，说到夜战啊，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个朋友，在电视机前面、网络上的朋友们，我相信夜战节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太一样。对某些人可能是耶稣的圣诞日，诞生日啊。那个对某些人可能是期待圣诞老公公的时候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夜战节呢，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节日，对不对？所以2013走到这里，我希望呢，大家可以都核心协力都是期望着更多的希望，好不好？2013走到这里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往2014前进。所以在这里要祝大家在夜战节里，在这个12月的最后的几个礼拜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准备好你们的嗓音，好好的准备好你们的健康，让今年可以有一个非常美满的结束。我们期待2014年的到来。接下来呢，带来这首歌曲，就用这首歌来期待夜战节，好不好？爱笑的眼睛。I'm sorry.
Show me the tears inside.
诉我，一下子就回到好运都回到，也提前在预告，有我们在悄悄的准备着要呼啸。听说